这帮打击出去来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是在场内还是场外，打在了全场的标杆上面，这是一包两分炮。这个内角球岳振华扫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飞行的距离，最后是越过了全打墙。岳振华昨天在四人的第一个打席是射到了触身球保送，第二个打席直接把球给控过了墙，兄弟在同一局开轰啊，哇，真的是要说一声谢谢你兄弟啊。二局的上半，李安可是同一师队的首名打者，在例行赛面对德保拉呢，26个打数击出6支安打，来看一下这个球的处理，德保拉这里碰了一下，最后是往三垒手的方向弹，王一成捡到球的时候再传已经是来不及了。对，这一棒打在了右半边之后打进场内，而且是形成了安打，所以原本在一垒上的跑者李安可这时候绕过二垒已经来到三垒了。高国庆在二局上半补上了一支安打，两好两坏，继续来面对打者陈宏基，这一棒在左半边飞跃形成的安打，越过了三垒手王威成的管区，那这一棒要帮助统一师队现在打回一分之外，陈宏基也跑上了得点圈，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连续两场比赛啊，同一师队都是先得分的一方。这棒打击出去，来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是在场内还是场外，打在了全垒的标杆上面，这是一包两分炮。岳东华执行战术失败过后，这一球直接把球打到了标杆，这是他在今年总冠军战的第一轰，也是中信兄弟在今年台湾大赛的首轰，一棒帮助球队啊把战局给扭转了过来，2-1。两好三坏，江慧宇这一棒打在了中左外野方向，飞行距离还蛮远的，最后是越过了两位外野手的守备范围，一个弹跳之后是形成了场地规则的二垒安打。哇，今天中信兄弟的长打是一支接着一支啊，一好一坏的情况下，中间方向最后传了出去形成安打，江慧宇绕过三垒之后要准备回来，攻下了中信兄弟这场比赛的第三分，陈家驹再补上适时的一击啊。这个内角球岳振华扫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飞行的距离，最后是越过了全打墙。岳振华昨天在四人的第一个打席是射到了触身球保送，第二个打席直接把球给控过了墙，兄弟在同一局开轰啊，哇，真的是要说一声谢谢你兄弟啊。岳东华在之前先击出了右半边打中标杆的两分炮，第九棒的弟弟岳振华立刻也接着开轰了，这个球是直接越过了全打墙啊，这还真的少见了，兄弟同一局里面开轰应该是纪录吧。牛棚里头在准备了两名投手，分别是吴俊伟还有郑凯文哦，这两位投手也是在昨天的比赛都有登板记录，速128公里，速球可能是150以上。这个速球进来虽然不是特别快，但陈连宪的球棒是出不去啊。对，打拼的成绩哦，又是一个150的速球，林敬凯遭到了三振 ，KKK 连三 K， 在八局的上半，德保拉连续解决了师队的9-1-2-3棒，目前为止他也累积了9K 了。打进了场内，三游之间穿越形成的安打，许久绕过三垒之后要准备回来抢分，苏志杰的回传球结果是比较早落地，让许基宏是轻松的回来攻下了中信的第6分。昨天在延长赛苏伟达也是有适时的安打出现了，这个球带起来，来看一下高度是很高，但距离够不够远，再打的全垒打出现了。八局的下半，苏伟达代打上阵，一棒是扫出了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这是中信兄弟这样比赛单场的第3轰。哇，这下子要让双方的差距一口气扩大来到8分了。哎，苏伟达在昨天是以代跑的身份上场啊，接替抽筋退场的许基宏哦，今天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角色。没错。